政治议题可以这么生动犀利。到现在为止的施政哦，我们是基本上是有点担忧。那你怎么样？这个就必须由这个在野党哦，强力的来监督。教育民生可以如此积极鼓舞。在现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时代，整个的公务人员的心态跟不上。很不景气的时候哈。人力资源管理是更重要的。影视艺文深度追踪，温馨有趣。穷得只剩下钱，就是说，口袋满满的，生命呢，却是里面空虚不堪。法律、科技、环保趋势，我们都要关心。你下了海以后，它是一个异常的环境，一下去以后，陆地上、空气中的事情你就全部都忘了，好像重新来过一样。这多彩多姿海底人是没有一刻是一定一样的，所以我随时要记录下来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2100起爆现场，带您深入问题，找出解决之道。